接下来关心山区警政方面的消息。嘉义县警察局鹿野中河所在10月8号下午一点接获到民众报案，知情有人在喊救命，因为消防雨具气温明显的下降，恐惊发生意外，请求警方协助。警员黄俊富、何月轩到达现场，听到有人一直在喊救命，发现门外的围篱加装大锁，警方无法度入面。消防队无到场前，妇人持续在喊救命，是惊发生意外，遂来向妇人表示因是警察的身份，翻过围篱安踏妇人的情绪，直至妇人要出外，但是因为路面单骨无细去跌倒，无法度自行爬起来，厝里的人又阁无人知，干那希望喊救命会使强发现。警方到达现场，听到有人一直喊救命，发现门外围篱加装大锁，警方不得其门而入。消防队未到场前，妇人持续呼喊救命，恐发生意外，立即向妇人表明警察身份，翻越围篱安抚邱妇情绪。得知邱妇欲外出，因已路滑不慎跌倒，无法自行爬起。家中又无人在家，警方询问妇人伤势，确定伤势左脚骨折，由救护车送嘉义圣马尔病诊治，并通知家属知悉。竹崎分局表示，警方接获求救案件时，将尽一切努力协助，使民众能深刻感受到警察之关怀与热忱。警方初步询问妇人的伤势，由救护车再送到石岛医疗站就医，确定伤势，倒脚转去，阁行转到嘉义市圣马病院来诊治，并且通知家属来知影。报案人还阁有民众对着警方搜救认真表示肯定，十分感谢警察的热心助力。最新新闻中心的家乡采访报道。失智症是一种病，不是正常的老化，镜头不来记忆退化，甚至会影响正常生活。譬如说事情随讲随不记，无头神，情绪无解稳定，个性变到高参期，物件无去，不知道要怎找顶顶的镜头。嘉义县失智综合照护模式，提供对体检、早期发现、专程去照护单位一连串的服务。三不五时参加社区的活动，会当预防和减慢生活功能退化，